反正能做的到的。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今天这天挺热的，哎呀，我先下水了啊！你们快点跟上，又一穿上，哎妈，我来了！哈哈，哎妈，哎呦，巴适的很哟！哎呀，我太到位了，大姐，小心蚂蟥。我跟我们家狗一起生活了十年了，这种相处就像两兄弟那样吵吵闹闹。对于这种经常偷袭它的做法，也是经常发生，它早就习以为常了。他最后的叹息声可能是想表达一下成年狗面对生活的不容易，最后还被偷袭的无奈吧。咱们玩归玩，闹归闹，同学聚会你别拍照，你是不是糊涂呀？赶紧把手机收起来，你听到没有？这一天到晚的不听劝咋回事？赶紧收起来。都绿灯了你倒是走呀，我真是服了。哎呦我去，大妈，你压我脚了你知道吗？你别慌走，我还以为你睡着了呢。怎么了？小大妈，哈喽，小大妈。